少凯啊，哟，田安呢？现在今非昔比了，那你呢？你往后就离人家远点啊，最少给我保持两米以外的距离啊，免得遭受非议。可是他，你学谁呢你？我，那以后认识简安老师的人多了去了，那难免有人误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一边去。怎么着？你听不懂是吗？哎，我的话还不好使了是不是？啊，两米，我都两米。哎，好了啊，那大家以后都再接再厉，为咱们文学网再创佳绩、多创新作而努力啊！我们要像简安老师一样，那得多从生活中找灵感啊！那伟大的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谁啊？给谁的呀？谁？哎，我吃这也太好了吧！吃啊！伟大的前辈告诉过我们，创作它来源于生活。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什么吃的呀？你等等我呀！哎，等等我。大家稍安勿躁。哎，徐伯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太太，这是陆总为大家准备的早茶点，庆祝您的小说点击量又创新高。哇，简安姐，你老公真贴心，你也太幸福了吧。那大家吃吧。谢谢简安姐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不错，好吃，尝我这个。好好吃是吧？太好吃了。陆太太，陆总嘱咐我把这个带给您。哎，花儿呢？我帮你拿。陆太太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陆总说，晚一点时间他亲自过来接您。这太夸张了吧！陆太太，祝您愉快。哎呀，这戏做得太过火了吧！哎，社长，你看陆总那么有诚意的请大家吃早茶，你是不是也表示表示，请大家吃个饭？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。对。杨一龙，很好，很不错，真不错。我跟你说，哎。哎，我说两句啊，陆太太这么有排场，要不换你请大家吃饭庆祝庆祝。耍赖。不过呢，太便宜的我们可不吃哦。我让你说哪里，到底说没说？哎，过来，待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大家想吃什么就随便点啊。你可要听住，绝对不能被陆伯言的糖衣炮弹给腐蚀了，听见没？怎么可能？我可坚定得很。那也得小心啊！以我的经验来看，陆伯言肯定和你动真格的。哎呀，不行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？这个你爱不爱吃啊？我要这个。好，那这个呢？也行。简安，我们点完了，你来吧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哦。这个好吃，叉烧肉、菠萝鸡丁、沙茶牛肉、三明治，还有小笼包。才一个上午没见我，就这么激动啊？各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苏简安的丈夫，以后我们家简安就要麻烦各位多多照顾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记住，你是陆太太，注意一下自己的分寸。
各位，我还有事情先离开了，你们慢用。慢走不送。啊，请便请便。矜持一点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服务员，你们这最贵的都给我来一份。行行，这虽然是人家简安请客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宰人吧。简安有钱，你看人家老公这阵势，吃的太便宜，怕衬不起陆太太的身份。哎，池萱萱，你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了？算了。哎，行，啊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一会儿再见。大家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您好，您这边一共消费了5891元。这么多？您点了我们这里价格最高的海参、鲍鱼这几样，所以就会贵一点。哦，那你稍等一下。哎，我那个稿费还没有结清，钱不够，你能不能帮我先付一下？没问题。不是飞黄腾达了吗？吃个饭付不起？不想请客直说嘛。咱们公司门口有快餐，早说我们去那儿吃。老婆。我回来给你送卡了。简安姐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如果你觉得带卡不方便的话，我刚刚也帮你开通了支付宝的亲密付，没有限额的。您是刷这张卡呢，还是用支付宝呢？刷卡吧。好。等一下。刚刚这位小姐吃的饭，让她自己付钱吧。啊，好的。各位，我还有点事要跟我妻子先离开了，可以吗？哎，请便，请便。小姐，您的卡，谢谢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喂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陆伯爷，你不做演员真的可惜了。你是哪里看得出来我在演戏呢？天哪，那是苏简安和陆伯爷，我见到真人 CP 了！天哪，好甜啊！对呀对呀，你们好配啊！天哪，我要沦陷了。是小怪兽老师，我们是你的书迷。我的书迷？对，我们超喜欢你的小说的，你一定要加油，好好创作哦。我们永远支持你们陆夫 CP， 一定要在小说里多撒撒狗粮哦，加油，爱你们，比心。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小说，谢谢你们喜欢我们。谢谢你们，我们还有点事情要先离开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